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84集，今天给大家分享 SSB103 号的犀牛，它是来自于变形金刚第七集里头的造型。先前也给大家做过第七集的 Core Voyage Class 核心巡航加级的犀牛，这两个玩具差了100块钱啊，定价来官方定价量差了100块钱，所以它的等级比它要高一些些。那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可以说呈现非常不同的风格，但你还是能够辨识出来它是犀牛。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型都是一样的。这个发型的话呢，就是神灯巨猿的发型，或者是叫桑吉尔夫的发型。通常这种发型呢，都会配上一个彪形大汉的一个体格，像是北斗神拳或是疯狂麦克斯里头的那种恶汉硬汉的一个模样。两者呢配色上相差非常的多，这一款比较接近于早期 BW 那种风格，这一款的话就确实有一个电影系的玩具的感觉，特别是它整个这个灰色的配色，很像电影前三集狂派都是灰白色的人生那种感觉，身上的机械感也比这一款的话要更加的明显，甚至在身形上修饰的也更加的真人化一些些，这个就有点像老玩具的样子了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包，两个完全的不一样。犀牛的头整个背在后面，这个的话只是已经全部收到身体内部去了，以及小腿的后侧，之前的这个版本的话呢比较累赘，这一次的话呢收得非常的干净利落了。那两者最大的不同的话呢还有武器，这个武器的话呢比较好玩，它是一个这个螺旋的一个机枪，而我们这一次的话呢 SSB 号的话呢是一把钉头锤，这钉头锤的话呢就有点松啊，就是没有办法握得很紧，而且比较小啊。当然我也不知道电影里头的话它到底这个比例到底对不对，反正你要两手握的话，基本上的一个武器短到说没有办法两手握了啊，但是通常一般人是没有办法两手握的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特征来讲的话，胸肌啊腹肌啊还有这个裆部的这个裙甲这个造型还是能够辨识出来啊，它们还是一个都有一个犀牛的一个特征是存在的。那各方面来说，如果你只能二选一，我直截了当的说吧，还是选103号可能会好一点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啊，它的头部头雕的话呢我觉得做的还可以，涂装的话如果愿意再上点墨线，让它的一个五官轮廓再更深邃一点的话会好很多。那这里有很多机械的造型，那一个生物的一个甲壳感跟机械感包覆层层叠着啊。那么它的一个腰身可以转动，手臂360度的转动啊没有问题，肩甲这里翻起来之后就可以平举了，二头肌的一个转动都是偏紧的，拳头也可以转啊，都是比较紧的一个手感，裙甲可以抬起来，脚前后左右踢没有问题，脚的话是有接地，但是它脚不是球环，所以它不能够左脚踝不能左右转，而且它的人物体格比较壮硕一点，脚底板又偏小，所以说这款玩具呢在把玩的时候站立性可能稍微要去调整一下。而且它的上半身真的是很魁梧啊，相较于下半身这样子，就是感觉有点短，但是也不能说难看啊，因为我觉得这是要强调它的一个强壮健硕吧啊。那它的细节也可以看一下内部，尤其是我很喜欢这个像小腿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外甲壳跟一个内部的机械化的一个骨骼的感觉，看上去还是比较舒服啊，非常非常的，棒的一个造型，摸起来的触感的话。也还不错，身上也没有什么球形关节啊。整个来说的话呢，除了武器偏小一点之外，这个人形的话我感觉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说呢，就是说这个武器的话呢，你当然也可以把它拆下来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一款103号拿这个握持的一个握的这个凸稍微短了一点，但是还是能够扣得到的啊，还是能扣得到的。好，还是能。我一直说能扣得到，你现在就给我一个好像不是很愿意配合我的感觉啊，是怎么回事啊？扣上去了啊，只是角度不对啊，这样子你也是可以有一个这个螺旋机枪的一个武器，还是可以拥有的啦。那么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啊，这一款犀牛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啊。首先的话呢，这个拳头啊这一块部件把它掰出来，然后呢拳头先翻转180度。再转进去再收起来啊，这样子可能比较好变形一点点。那这个拆出来，如果你拆不出来的话，你也可以推着这个拳头啊，这样子整个掰出来。那我说过了，拳头转180度，这样子的话来收纳的话是比较顺手的。接下来的话呢，把肚子两侧呢给打开。打开这两侧肚子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要把整个胸口给往下放。那往下放下来之后啊，你就可以看到一个
冠千角出现了啊，就整个肚子推在这儿。那就这块部件的话呢，先推出来，我们要先把这两侧部件推回去啊，在这里这个地方两侧，记得再把它扣回去，然后这个地方反折进来，这里有一个凸跟这个凹，把它给扣进去啊，先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凸啊，这个凸本来是扣在这里的，现在要把它插到这边去啊，先不插好了，我们先把后面的这个头给搬出来，整个头呢给掰出来，掰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个打开里头的这个犀牛角放出来，这里扣上去，双下巴啊，双下巴从这里把它给扣出来，然后整个的啊往前面扣下去，这里的话呢一样有一个卡扣的，这里把它扣上去。这个时候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利用这里的一个双动关节啊，记得啊是这个凸要卡到里头，所以你要先往外一点，再往进来一点点，这样戳进来啊，才能够扣的比较稳一点，这样子扣进来。那扣的时候这块部件注意一下啊，有时候它会喷溅喷掉，然后转这个手是转到这里啊，这个原本的护轴的这个部分是转到最前方来，因为你如果在后面的话呢，就会跟肚皮产生一个干涉，那这个脚掌顺便翻过来啊，这个腿这一侧呢就很 OK 了。这边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先推出去一点点，斜一个角度啊，再把它给推进来，那记得啊，这样子把它整个给扣进去啊，前提就是你要先把里头净空了啊，就是说哎，终究它还是喷出来了，对不对？终究还是喷出来了啊！这里，我们把这个地方，唰，把它推到前方。这里没有扣进去啊，这个地方扣的不是很好。这里给它跑过头了啊，所以它才会整个会喷出去。好，那各位见识到了啊，这个喷溅的一个情况是比较常发生的。虽然我已经变了数次，但还是比较常发生。那后面的变形比较简单，把这整个部件往后面挑出来放到后面啊，它这里面有两个洞，待会就是跟这个地方做结合。那结合的时候呢，先把这个裙甲它这里有凸跟凹，从这里用力的扣下去就可以了。然后它说明书有提到说这个部分好像是要翻开，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要是我翻开翻哪里。总而言之，把这个膝盖给打断啊，然后从上方这里扣上去，这里扣下来之后，这里往上面扣，这里也是一样啊，这样子膝盖反折下来，这个裙甲是往外面翻一点，好，扣到旁边这样子，那最后就从这里把它扣上去，那记得这里把它给压下去一下 ，OK。那么呢，这一款再稍微做一些四肢的调整啊，让它能够平稳的站立。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一款 SS 的103号的这个犀牛啊，它的变形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那它的武器的话是可以扣在这里，如果是单纯这样看。没有后面那一根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当是一个类似是什么火箭炮啊，这个导弹发射的感觉。但是后面多了一个这个部件，就感觉不是那么 OK 了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造型，我自己很喜欢啊，这种甲壳跟机械完全是共通的。人形的这个壮硕的胸口啊，这个时候变成是一个垂在下方的肚子，这个非常的有趣。而且它的一个尾巴是可以动的。这个弧形的线条呢，不可不谓是生动且好看啊。然后身上的话呢，是有一些孔洞，但是影响都非常的小。那这里这个反光的部分呢，对这个玩具的质感有一些提升。我们就对比一下，跟先前给大家分享过的这个 SS 啊，不对，这个第七集的这个模具来做个相比较。一比较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犀牛呢，其实你是比较像河马吧？这整个后方啊，有人戏称说这是猛兽夹啊，整个这个方块的状态。那你这样一比较起来的话呢，主要还是这个弧线吧，这个地方呢还有个腰身啊，而且这个整个背的话呢更加的隆起啊。那以及这个犀牛的脚的话呢，这个脚是比较大，但是这个的话呢则是相对细长一点。那整体来说，以头雕来说，两者可以说是不相上下。那么这款的话呢，它是下巴。可以张开，张得比较大一点，而我们这一次的103的话呢，能够张开的幅度呢就相对的比较小一点点啊，但是也不是说大比较好，这个这么小感觉就有点像是这种三角龙啊，像是恐龙的一个感觉了啊。然后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头这里勉强算是有一点可动吧，那整个四肢可以动的范围呢都会比先前的版本好上很多啊。以及我说的啊，差别最大的还是后面的尾巴，它的尾巴是直接是一个造型而已，后方是几乎就是整个是方块，没有任何的修饰了。而这一次的103啊，在兽形上呢，可以说是有了一个长足长足的进步。那这个设计到底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我们也就不去追究了啊。那我直接说个结论吧，您如果说
你要二选一的话呢，我还是会建议你买103号好了啊。它除了在变形上呢，逊色于这一款之外，主要是这款的变形太有趣了啊。但是在人形跟兽形方面的话呢，都是处于一个劣势。但是它也是有它一个类比较接近低龄化的一个感觉啊，但是也不算差，甚至两者玩起来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连配色都不一样，兽形跟人形。你知道他是犀牛，也知道他是这个犀牛这个人物，但是感觉就是那么不一样，好像就是同一个人物不同的画家来画的一样啊，都不错啊，都不错。但是二选一的话呢，103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